来，脑袋靠近一点，再亲近一点。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领了证是不是得办个婚礼？啊？今天呢，我有一个美女同行，想借着咱们这个旅行团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件她的开心事儿，大家欢迎。今天确实是我生命中最美的一天，因为就在刚刚，我跟我的爱人旅途登记领证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旅途，上来，上来啊！上台啊！可惜我们的家人朋友们都不在身边，但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总不能冷冷清清的是吧？这么喜庆的场面，我们决定跟大家一起热闹热闹，好不好？